看，因为神要对你说话。耶路巴利是就是基甸和他一切跟随的人从早起来，在他绿井旁安营，米甸军就在他们北边的谷地靠近摩利王。OK， 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的人交给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说向我扩大说，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。现在你们要向这些人宣告：凡惧怕胆怯的，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。于是有22,000人回去，剩下一万，本来有30,000人的，现在有22,000人回去，剩下10,000人了。”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人还是过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。好，我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，他就可以同去；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同去。”基甸带着他们下到水旁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凡用舌头舔水向狗贴的，要使他单站立处；凡跪着喝水的，也要让他单站立处。”于是用手捧着贴水的有300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：“我要用这贴水的300人拯救他，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。这300人带着食物和号，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，只留下这300人米甸军在他下边的谷地里。”兄弟们，为什么要读这么长的一段经文给你听？因为跟你有切切的关系。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这个经文的经历一样，大部分的基督徒是走倒车，是退后的，因为惧怕胆惧。本来你，所以你不要以为教会很大，教会很多的就是泼水了，不是的。可是大部分的人是胆怯的。米甸说：“基甸说，任何人惧怕胆怯可以回家。一讲话，砰，20,000人不见掉了。”意思说，今天来教会的人，大部分的来教会都是看热闹的，不是来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。无数叫啊，无数忙叫啊，无数个叫啊，接接连连无问题。如果有事情，牧师找你啊，知道吗？20,000人是跑掉的。因为他们胆怯，他们惧怕，不敢专心的跟着追随主，看情况不妙，马上留个后门给自己，好让自己开溜。很多的两万两千人都是有留后门给自己的，万一没东西给我熬裸照，神在找专一侍奉他的，不是想着开溜的。上帝选了这300人，你知道为什么上帝选这300人呢？300人是一边用手贴水，一边手拿着他的武器的人，意思是说他们准备好全神贯注的来跟从主。圣经告诉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只是有人倒退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圣经讲，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，且信他赏赐那些恳切寻求他的人。上帝用了300人，300人做了什么？兄弟们，